读本好书被关掉了。嗯，在最近的综合测评中，读本好书名次垫底。本着末尾淘汰制的原则，种植轻量的方针，频道编委会决定停办读本好书。如果我不给他打低分的话，被淘汰的还会是他吗？这很难说。 我是不是做错了？那你在打分的时候是处以公心吗？读本好书还是有可取之处的。我之所以打低分，是想提醒一下何欢。但是我没想到，我认为你做的没有错，但是有的时候正确并不代表善良。明白了。新闻界影史再没有大的起色。 下一个被关停的就是你们。如果你实在没地方住，那间客房你要想住就搬进去。你这房子不是要租出去吗？暂时不租了，还有我之前签的还款协议依然有效。 那2年内卖房还款的约定呢？我会继续执行的。不是你的意思是欧凯哥的债你依然认？是。不是，你老公不都跟别的女人跑了吗？说句实话，从法律上这笔债你想赖也是能赖得掉的，而且你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再替他还钱了。我对欧凯哥是没有责任没有义务。 但我对我自己有要求有约束。你说你不是言而无信之人，我也不是。我自己签的协议，我不会赖掉的。但你跟我们签协议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你老公这些事儿啊？那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遇人不熟，时而不亲。你说你不会因为欧凯哥坑了你而坑别人，我也不会因为他骗了我而做和他一样的人。 他是人渣，我不是。嗯，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人类生存能量物质加工者。那是什么？就是厨师。 要不这样吧，嗯，我可以让你随意使用这间厨房，但是你做的所有饭菜，我有权利分享一半。就只是厨房啊？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儿子，包括当不限于给他做饭，督促他完成家庭作业，还有课外课，我就允许你。 使用这间餐厅，你是拿我当男保姆了吗？你知道现在男保姆多吃香吗？一个月开多少钱？一层全面对你开放，沙发你可以随便坐，还有花园、车库，你不是厨子吗？你可以在花园种很多很多的菜，随便你种。那行，成交。 车呀你！不好意思啊，你怎么开的车呀？你这是？哎呀，是是是，这都是我的全责。那肯定是你的责任。哎，刘总，刘总，是你啊！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刘总，我撞了你的车。我是赵媛媛，咱们俩在设计室的年会上见过的。啊，其实我今天来呢，本来就是想来拜访你的，哎，没想到人没见到，倒把你车给撞了。你的车我负责修啊！啊，别不用啊，加个微信吧，到时候修车我联系你，好吗？
初步怀疑是肺癌。我妈从来都不抽烟，我们全家没有人抽烟，而且我们家没有这种肺癌的基因，不可能我妈不会得肺癌的。我们的医院条件有限，所以我建议你们尽快的联系更好的三甲医院，越早确诊就能越早的确定治疗方案，病人的生存几率就越大。今天来你就得一分不少的还给我们，全还出来。当时好心把150万借给他爸爸，你说你现在在还我们呀？那爸爸现在到底在哪儿？跟情人打电话呢。听说好像是和男朋友去外地发展了。我初步怀疑是肺癌。从下个月1号起，《读本好书》不再播出了。车了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要不要钱？你伤了重不重啊？我给你叫救护车吧。叫救护车。没事，没事，你起来吗？能起来吧？小谢，要不去医院看看吧？没事，感觉撞得挺严重的呀。这都不去看看？师傅，您别听他的。童主任今天下午不出诊，童主任在医学院今天下午讲课呢。别在这乱说。我没乱说。童主任是医学院的客座教授，这课程都是透明的，网上都可以查到。什么管闲事儿？怎么了？这闲事儿我还管定了。至少别听他说，她是一个疯女人。哟，师傅，号啊不要随便挂。童主任的号啊虽然紧俏，没有那么的难。挂号一定要从正规渠道。你看这里边每周三周五童主任你只要提前4个小时都能挂到。别听这个疯女人。被骗钱是小，耽误了病情是大。赶紧走，赶紧走啊！谢谢姑娘，谢谢。大爷，没事，快走。大爷，姑娘啊，你别，你这个傻女人，你别走，啊！坏了老子的好事儿，你还想跑？我告诉你啊，这附近都是天眼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要想动手的话，3分钟之内警察必定到。赔我800，要不我打你。做梦，你打吧。那我就先打你3分钟。哎呦，一个暴力啥东西，还敢打吗？哎呀，别打了，这儿有天眼，警察3分钟就会到。三分钟我就打你个3分钟，怎么了？行，哎呦，行，别打，你别冷静点，你个骗子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错什么错？哎，行了，别打抽气了，你这个疯女人，哎，你快走。